好美哦，果然今天漂亮的竞争好激烈哦。哎呦，哎呦，哇，真的同一件呢，真的帅耶，而且我觉得他配这个墨镜好帅哦。没什么，不太适合这套礼服，所以穿礼服如果是会这么累赘的话，就不要选择这样的，不像他的礼服。今年很流行这样子的西装裤，我觉得非常好看，尤其是个子小的或短腿的，比例不好的，拜托你一定要去买一条这种西装裤。这个胸针真漂亮，老师买啊，快点！蒂芙尼的人赶快联络林丽老师。我觉得李国已经跟以前不太一样，对。会不会是有海夫电音双波？有那个稳，不太一样哦。哎呦，会不会也是小众？有可能呢，是有可能。哇，这是男版那一件吗？没有没有，我们没有分男女，真的同一件呢，真的帅耶！而且我觉得他配这个墨镜好帅哦。对，他有 QQ， 同一件，同一件哎，同一件。我在怀疑裤子也是同一件，只是我裤子多加了又短，看对缩口缩口，同一套哎，同一套。他裤子不是，他裤子是 Dries Van Noten， 鞋子也是 Balenciaga。哎，可是我觉得他可以耶，帅的耶，帅，改型了，帅的耶，入，好帅哦，不愧是模特出身的。你看他那个下颌线，刷得很漂亮，好美哦。果然今天漂亮的竞争好激烈哦，哇。美耶，怎么办？美耶，今年这块料子哦，这料子我们可不可以把今天的漂亮哎，料子很漂亮。我们可以把今天的放到昨天了。它的腰线哈，它那个腋下，就是我刚刚讲的三围的那个幅度，虽然我们看不到它的臀型，但是它的腰的线跟它的这个，因为平肩的这种哦开口最难最难。他没有选择高级珠宝，他选择的是常常在我们节目上曝光的 APM 家的哦，是珠宝饰品哦，有绝对有，没有帅，我真的比较帅。他拿一根毛哦，刚刚违命的，对，帮他捡起来吗？他身上全部都是现在很红的潮牌，这块料子。哦，真的哈，渐层，因为然后带一点羽毛，它如果要剪掉一点点，你就会那个渐层的比例就跑掉了。对，应该是比较偏鹅化，比较偏鹅化。他已经很久没有穿正式礼服了，他好几年。旁边的黑边加布，老师林丽老师这样比较瘦哦，看起来比较哦，不是衣服布不够呀，不是不是，是故意这样子，哎，这是打 shadow 的意思。哦，林依晨、贺军翔。不够善良的我们这部戏，林依晨不太适合这套礼服，真的，有点累赘。是说，因为他个子也小，然后整个色调也不太适合他。左边那个蓬蓬，好像鞋子也不对啊。他这样子好像觉得腿好像变短，对。如果鞋子穿金色一点，金色效果会好，会好或肤色。可你觉得金色高？所以穿礼服如果是会这么累赘的话，就不要选择这样的。对，我们换一件穿。哇，感觉这套礼服不太适合，不像他的礼服。没有啦，我的三岁没有贺军翔了，因为已经挤满了。今天爆表了。男生我们没有说李明忠、李明顺还有李李仁不帅，但他们就是非常典型的红毯的西装，大家可以学他们穿西装，非常棒的示范。我们今年首度变成四帅四美，四种不同的风格。首先先跟大家宣布一下我们的四帅，四帅是彭千佑、姚淳耀、曾敬化跟郑元畅，不分排名。以上四位都好有型，四种风格，不同风格，四种风格，你讲对了。